哎，有新人，Hello，小雨安安，史蒂芬安，玉溪安安，乔治安安，圣安安安。更换装备。今天找的没办法，刚刚跑去吃藏寿司。翁怡安安安，温若安安，张君安安。哎，张君，你我抓到天鱼水母了没啊？感觉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就等一下一发入魂有没有？直接过去，直接出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是狂刷巨魔之地乱玩吧。啪啪啪啪，咔咔咔咔咔！我抓到了哦，好恭喜啊！嗯，有没有用那个方法？啊，古龙垃圾。CHL 易安。玉勋安安啊，怎么办？好想再玩轻松生存哦！我好想把我那个家赶快弄完哦，还有草地要等它蔓延，还有很多洞要挖。呦呦呦呦呦呦！然后虽然魔不是魔物啦，那个麦块会玩你，可是只要是新的生存，都会有那种新鲜感。哎，又刚况且又是一群人在玩，新鲜感更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是什么？不是，我想玩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就是只有礼拜一会开那张地图，那就是那张地图就是以跟大家聊天，或是我们礼拜一就是在随便欧贝森，类似阿米狗，不过就是不是友情破坏啊，就只是轻松一下那种。我好早哦，我想一下哦。昨天我们三点多就睡了嘛，然后早上六点就起了，然后起来就把今天的再剪一剪丢上来，然后跑去吃藏寿司，吃完就回来。老居安安，就这样子，就这么朴实无华。然后过几天，可能又一个人跑去唱 KTV 吧，那样子一个人去吃藏寿司，一个人唱 KTV。没有欸，好吧，果然没那么顺利。那我们就去巨魔之地。你一直想玩那个转蛋，为了宝可梦，不是，只是单纯为了想吃寿司而已。那个宝可梦，我们上次一群兔崽子有去吃，那我们就好像25盘，然后转到3个，我以为那个是他们要的，结果他们把那个转蛋东东扔到我这边来。UHC 欢乐赛。欢乐赛结束啦，是上个礼拜呢。什么？你可以加加？你说吃藏寿司吗？等你们再约啊！啊，水里啊，我们昨天在弄那个 FB 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水里有提说想吃那个海底捞啦。嗯，
有没有那么边缘？没有啊，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唱歌，反正虽然很边缘呐，可是就是哦，放得开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不会直播啦，那个拿出来直播太更小了。猫鸡。哎、欸，越来越会抓毛巾，看哦，直接不穿紧身衣抓去抓，就像这样子，呼啦，毛巾，抓，啊，没抓到，白痴哦，丢脸，不会被抢麦，抢麦是还好，有时候。有时候你知道啊，没有拿麦克风唱的，往往都比那个拿麦克风唱的大声。开个店哦，然后那个支持者，我们昨天有弄了一个新的东西，所以晚点要来试试它。有起来。有支持者可以进 DC，然后突窝群那些东西了。昨天弄好了，感辛苦水里跟秀了。直播唱歌很麻烦，对啊，而且我真的手机设备还不行啊，我的是 EF 卡，今天才去交了网路费。先去缴了网路费，绝土猫鸡有没有？哎呦喂、欸，没有，现在这个血量插件可以看到稀有环境生物，会比较好找到啦，就不用白跑一趟，但是你人还是要到啊。小马安安，贝蒂安安，我想说会不会？我觉得不会说我在看水兔说不会啊，那不会怎样？看神奇宝贝好啊，而且水都的守护者是很早以前，然后也被人家称说是说什么啊白痴哦、喔，说是那个十几年前的作品能有这样的什么滤镜啊，什么鬼东西的，真的很强。我也是这样觉得啦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好了，我要开始布区了。更变装备，更变道具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说开我那个之前玩的空岛嘛，但是有个问题是它是1.14.4版本的，所以如果要升到1.15的话，就是不能降下来了。哎，还是可以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如果要开那个的话，我就是要，我主要是想要知道蜜蜂。的那个蜂箱要怎么让里面有蜜蜂？是不是要那个先繁殖蜜蜂，多的那只蜜蜂进蜂箱这样子？欸，而且拉蒂亚斯跟拉蒂欧斯，我想要画一个图，就是鬼灭的，有没有？他们只是穿鬼灭的衣服披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你家 MOD 坏了，乌易阳吗？安安，换一下还有谁？哎、欸，今天下午怎么那么多人？你们平时之前没有那么多人啊？
跟变装备还没开学，没有啊，可是之前还没开学，人也不会到。你看现在51个人，虽然我没有嫌你们，我是很喜欢你们来，你们可以多来一点没关系，只是我很好奇，怎么之前就不来，现在才来？他怕冰，然后跟变道具，没有你们来反而是对我是好事啊，我需要的就是人数。我要的是人数。对啊，开学快到了，大家加油啊！现金支付，使用高级餐券是用餐。我声音很棒，没有？我有时候剪片觉得自己声音好好听哦，然后有时候觉得啊，干，我自己声音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就是要怎么讲？我想想。像比如现在这个声音的话，我就觉得会蛮好听的。那如果像是这样的声音，我觉得很难听，真的超难听，难听到我快哭出来了，懂吗？就声音呢、啊，要会有一种压起来的声音那种感觉。啊，北七哟、哦，我怎么下来了呢？那么快就红了。不动衣先穿起来，然后先消下来。好，那再来。好，开工，开打。好了，可以跟你们聊天了，没有我的事情了，其他的事情交给虫虫了。请问差别在哪里？比如说，再听一次哦。比如像现在这个声音，这声音是应该算是比较好听的。那这个声音就是可能平时讲话太累，懒得发出力气用的声音。像我之前有讲啊，我在超商跟平时讲话的声音不一样，然后唱歌跟平时讲话声音也不一样。超商就讲话会，我想一下要怎么表扬。等下我突然有点不自在。请问需要？看我突然弄不出来了，好久没去超商工作了。我是不是要打到金狮子才有办法跟上你们的进度？对，你现在就是要那个主线，你首先你主线要先通关。你通关之后，来到这个叫巨魔之地的地方，然后你巨魔之地那些都解一解，因为金狮子的任务要先解过，你才能来知道这个金，我这个有金狮子的那个，反正你主线要先过啦，你主线没过，你怎么跟我们打？反正这边。这边是另外一个类似副本的东西，你要先通关才能过来。然后你要一个人单挑是因，也不用一个人单挑啊。示范唱歌吗？没有，没可能。觉得突然好不痛哦，带错了吗？冰虫、冰打击，我不应该带太刀啊！啄你屁股，啄你屁股，啄你屁股。我有步区吗？看一下。有啊。来撞一下，
叔叔呢？那个咚咚咚的影片还在，什么咚咚咚？你才刚打完明灯笼，要不要我陪你打？哦哦哦，卡卡卡卡卡。你进 DC， 好啊。安安，今天这么早起？对啊，今天比较热。通常比较热的天气，我都不会赖床，我会被热醒。嗨，早安，温柔，温柔，安安。咦？等下进去哦，再打这个不方便进 DC。
什么强调没有？你就叫问楼不是吗？你说你叫问楼啊？就是。哦，可以闪啊，是还是有伤害？天啊！啥？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，感谢你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住手住手！陷阱吗？有欸。晕了。哦，星星的通知那个是内建的啦，那不是特地用的，那个是内建的东西。有开延迟吗？我能尽量不延迟就不延迟啊，应该。最近延迟好像只有3秒吧，还蛮快的，5秒到3秒。哦，久一点可能5秒了，我不知道欸。更变装备，我去帮我们家秀秀哈，我要去破坏他的游戏体验。我等下去换衣服，好热哦。好热哦，这么热的天气，竟然有人还会开棉被，我的天啊！还是羽绒被的那种哦。他是不是生病？是不是坏掉了？